鲜虾、海螺、撒尿虾，想都想不到的海味，通通包进饺子里。看饺子神人王彦宏如何一年包出四千万商机。我非常有自信，说我的饺子是最好吃的。海蜇皮能炖肉，大米饭是招牌菜。餐饮怪才张松的上古商业机密，特蒙在。羊肉大米是做菜最应该羊肉。辣子田螺名震中国，祖传秘方却在电视上直播，独家揭露田螺姑娘延琦20亿的美味奇迹。人家在租店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买店；人家在做加盟连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做多品牌的那个发展。未来粤台前进人民币，让你财源滚滚来。